旗舉高，準備，準備。好啦，咁起步嗰時咧，咁啊出得好齊啊，慢咗少少，佢就馬頂風傳奇啫。前面咧開邊個檔係咁搶星馳啦，中間位置夠響照贏啊，但裏邊檔多快少少喎，連贏喺第三位嘅第四位開邊頂住聯安大兄。第五位中間位置嗰啲馬咧見到微妙圓通啊，後少少嘅馬咧就天天至尊喺尾三位置，尾嗰只馬頂風傳奇暫時墊後，國金星球都要留後追噶啦。去到大直路嘅時候咧，前面慢慢試埋嚟啊，星馳都要放頭搶放嘅，慢慢試埋裏邊啊難。二三位對馬嘅裏邊落檔連連贏啦，慳住位先。出邊就係咧夠響照贏嚟噶。再嚟过嚟马，亦都见到一对马嘅开边嘅档就系联安大兴里边就系城通之宝啊！再过嚟马，亦都见到一对拍紧拖啊！里边落到系咧就天天至尊啦，拍住微妙圆通嘅尾位置系顶峰传奇啊！暂时殿后都要靠追嘅扑骨金星球嚟嘅，转紧600米弯啊，风都好松容啊！呢匹星驰带嚟过半马位咧，守住第二位喐紧手噶啦，咁啊见到开边嘅档够响照赢啦，里边落到连赢嚟嘅，再嚟过嚟买一对马噶，里边落到冇变过就系城通之宝啦，拍住开边走咯，就联安大兴嚟嘅，一路骑紧嗰马咧微妙圆通啊，尾三位置话仲咁定当揿到实咧，就天天之尊嚟噶，都要谂直头打冲锋噶啦。尾位置系国金星球，吞到巴尾咧冇得进之系咧顶峰传奇啊！入到最后直路仲有250米路程啊！咁啊再放一放咧，星驰带嚟过嚟马位，开始纷纷跟上嚟咧就连赢嚟嘅。里边咧就天天之尊就冲落去唔系好劲，开边九人中间城通之宝打到只反应，大我当完飞晒咗只微微圆通，最后80米路程啊，中间一冲咧就过晒城通之宝，过咗啲时候城通之宝赢啊，跑连微微圆通第三名应该上啊，睇下星驰同埋连。赢争第三四名嘅近啲，好似年年赢过咗噶啦。城通之宝啊，城通喺个孖中间有一圈。不要讲喎，星驰第一个弯 cut 嗰只够响照赢，真系 cut 得几硬噶。睇下使唔使找数啊？系啊，诶，城通系喺个孖先，够响城通包办四场头马。呢场马都好，大家睇个马，中间一望空骑上嚟，好好反应。有少少内闪，收正翻先啦。呢度有少少内闪嘅，城通之宝赢啊！出面冲到好劲啊！微妙圆通第二啊，追唔到啦！第三名近啲噶，第三就应该只二系终点前嗱，呢度平噶啦，嗱呢度再压落去，不过要影嘅，因为大家叮当码头啊，佢好似高少少，冇错啦。不过可惜啲今日尾场冇只够响城通啊，叫做啊，系咯，如果咪买单 win， 好分啊，十一倍 win 啊！搭八嘅 Q 咧就系15倍，好似似乎年年赢，当赢咗，不过要影相。细就系过咗噶啦，不过即系始终要睇佢终点掂线嗰下。一出闸咧就顶峰传奇、国金星球啊最慢嘅，嗰两只预咗噶啦，咪咯，尤其是星球添咯，冇办法啦。哦，一影头马上有飞机翼啊，两路人马一齐夹埋一齐影。系啊，开心时刻啊嘛，开心时刻一齐分享啊！嗱，留意下呢度啊，徐锦辉咧呢度冲行嗰时候有少少内闪啊，只马好似唔系好规矩咁样，掹翻出嚟啊，系啊，之步系啊，佢掹翻出嚟啊，掹翻出嚟啊，掹翻出嚟啊，佢哋控制住啊，打翻。佢好彩，佢好彩咧，距离只二有啲距离。系啊，如果唔系真系有估过喺呢度。睇下赛后报告有咩跟进啦。另外注意，喺馬來西亞嘅第七場賽事，十號馬氣魄已經宣布退出競賽。